我们家的是轻盈，然后呢又非常的柔软，立领的时候它可以立领，而且帮我们做了这个皮革哦，很冷的时候你可以扣起来，两边都有做真实的口袋给大家，刷毛的很薄的背心通通都可以搭，它也是有一定的保暖度哦，因为它其实里面是这样子羊羔毛的，很 Q 很 Q， 手感非常非常的好，也是很柔软，不会过于厚重，即视领的，所以呢让你其实穿搭上啊会更加有层次感跟分量。